本人是黄国常，师承就是龙形派林元光师傅。我本人我要求一间演绎就是龙形三通国桥。好，我是陈德芬，龙形派师承林立基，林立基师傅。本人是黄国祥，师承就是龙形派林元光师傅。我是学龙形派在60年代，直至到1973年，为师就已经要我接管授徒，直到现在。我出去将我们龙形派的最著名的龙形魔桥都曾经去过世界各地巡回表演和比赛。龙形魔桥主要是吞，这个做叫吞，掏，做这个三通叫掏，浮，沉。咁呢个魔桥嚟讲咧，系以逼步为主，一立个石就要咁过去嘅。咁就退魔，你跟住有个单手抛出嚟，阿索。我哋魔桥咧系注重咧系以逼打为主嘅。本人黄耀求，我在1972年拜入林焕光师傅门下。当江龙形拳是由惠州博罗林耀贵宗师所创。三通国桥咧，顾名思义咧，就主重嘅手法咧，就系桥手功夫，套路有插锤，有挑手，有摸级，有黐摸。有偷橋，有過橋。我陳德芬，龍形派師承林立基，林立基師傅咧喺鄉下咧就先玩林家拳，後嚟咧再跟林耀貴宗師玩龍形拳。而家向大家示範一套。叫做雪花蓋頂，佢個名字另外叫做客家挑，因為好多客家人咧出入都用擔挑擔嘢嘅，因為遇到山賊咧就可以作為自衛用嘅，所以後來咧發展埋一套棍術啊，呢套棍有嘅特色咧就係挑打啦、擔啦、掃啦、撩啦其他種種咁樣攬棍啊、殺棍啊一般雙頭棍嚟嘅，佢又可以係兩頭都用嘅，所以咧佢嘅特色咧就係兩邊都可以用，前打又得，後打又得，上挑下做又得。我哋龙形魔桥咧，又系个特色咧，又有五色龙嘅三通手，叫金龙献爪，背剑偷劈就系青龙搞鱼，退魔就乌龙摆尾，系一个担劲叫黄龙出动，起廉盘叫银龙升空。